上粉丝提问：什么武器满配之后提升最大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会想到哪些武器呢？下面要说的就是满配之后提升最大的三把武器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第三名 ，M416 作为版本常青树，每个版本人气都很高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配件位很多，每个配件都能让它的属性变强。本身裸枪很难用，满配之后提升非常大，变成了中距离扫射很稳的武器。第二名 ，SKS 裸枪简直不要太难用，后坐力非常大，准心回弹幅度也很大，再加上没有瞄准镜，经常就属于半废状态。不过它同样有五个配件位，其中枪口、握把和托腮板都能给它降低大量后坐力，满配之后提升巨大。第一名，大部分酸狙。对于大部分酸狙而言，如果没有瞄准镜的话，那完全就是烧火棍，毕竟用机瞄打酸狙，远距离根本打不中，近距离瞬狙又极其困难，没有配件完全就废掉了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